少刷点酱，你爸不能吃甜的。哎呀，吃的，这是我姐的，全麦千岛酱。您不要西红柿，我爸那个少放点蛋黄酱，对吧？那早饭还没做好啊，肚子都快饿扁了，那厕所都回来了。马上了啊！这个是我新研究的咖喱鸡胸肉三明治，口味一绝，保证啊吃一个想俩。不是，你做这东西，你姐她能吃吗？医生可说了，她那心脏怕受刺激。那都多少年前的事儿了，上回检查医生都说了，我姐就跟正常人一样。那也得注意点，小心误答案啊。嗯，知道了。又拍拍拍，给手机吃饭呢。拍了给谁看呢？给粉丝看啊。哟，你还有粉丝？那当然了，您闺女的公众号不少人关注呢。行了，赶紧的吧，叫你姐吃饭啊。好。赶紧的，吃饭。我不吃了，我这文件没弄完呢。我说，闺女，你什么时候能给我做顿中餐？刚才就没理您，怎么着？你闺女做这三明治不好吃啊？好吃是好吃，可不能总吃啊。我这是劳动人民的胃，还适合传统饮食，比如说豆汁儿啦、焦圈儿啦。来，你还有酱豆腐吗？我来一块儿，我就加着吃。什么酱豆腐啊！我这特意配的咖喱酱，您弄酱豆腐是怎么回事？那你这咖喱酱我就不吃了，不吃拉倒，回屋去。我还没说你呢，该发工资了吧？钱呢？别找傻啊！快了，什么时候发工资你自己心里没数啊？你别在这给我装啊！你上个月还欠500呢，加上这个月的1000，一共1500。上个月我姐替我补了呀。你姐那是借你的，她姐的就是我的，而且我姐快升组长了，我姐有钱，她不在乎这500块钱，是不是姐？我是不在乎那500，你架不住每个月你让我给你补贴500，这你以后怎么办呀？你说原来给你介绍那么多单位，你都不去，你活该。给您学校看图书馆啊？算了吧，那也比你卖奶茶强啊。我说，亲爱的李老师，
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市侩呀？这人民教师哪有天天催着闺女交钱的？不应该吗？妈，你别催我妹了，来，这是我的。你看，你看你姐，你吃完没有？你赶紧的，磨磨唧唧的。我手机转人啊。哎，你妹说你要当组长啊？啊，还没有那个最终确定呢。你没事啊？好好教育教育他，别整天在外面混。知道了，妈。快走了，再不走迟到了。啊，那我走了啊。嗯，哎，怎么了？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记得呢。走不走啊？走了啊，妈。好。来了，闺蜜啊你。姐，现在关注我公众号的人越来越多了。你现在啊，就是图文质量差点，我得换个新手机。等公众号内容做好了，挣了钱直接换单反。单反太贵了，我只能等你送了。美了你。其实钱不钱都无所谓，主要我喜欢干这个，别人跟着我学做饭多有意思。啊，那有意思也得吃饭呢。喝到山前必有路，到时候再说呗。你就是想的太少了。有你在，我干嘛想那么多呀？马上。哎，姐姐们早。早。我去上学了。哎，回来回来。走啊，迟了吗？迟到了。站起来别着急，李老师还没出门呢。楚爷爷，楚爷爷早。走走走，慢点骑。哎。晚上早点回来，让你过生日啊！知道了，走了。嗯，走早上不吃饭，一天都白干。扁桃仁燕麦饼干好吃又健康，爱你的小森。嘛呢？哎呦，吓我一跳！我这研究手机呢。哎，我觉得这不错。那你终于要入手了啊？这网上的不保险，回头再把你给骗了。骗你姐的还没出来呢。你牛！你干嘛来了？我是来给你透露一个内幕消息，今儿下午牛排打折。几折啊？五折。靠谱。一会儿我也看看去。赶紧去吧。今天姐生日，晚上在我们家吃饭去。对你生日我怎么给忘了？你每年都在一起过的。
少贫。哎呦，最后一分钟可算赶上。老张要的代码，早上我又改了几个地方，一会儿你帮我测试一下啊。孙鑫，我可真是服你。怎么了？咱们公司又没加班费，没必要这么拼吧。我不习惯欠着，这是我的工作方式。要么说你受器重，明明咱俩一年进的公司。哎，这次开发组长的位置肯定是你。那要看杨经理怎么想了。你说杨鑫呀，肯定没问题啊，他那么器重。孙鑫在吗？啊，这儿。哎，有人送花哎，真的呀！哇塞，这又什么情况啊？谢谢啊。好。香槟玫瑰，谁送的？还有哪个？良辰网络那个吴江呗。哎，我可听说他是正经的海归啊，人不仅帅还有才。孙鑫，你要再不答应人家，我可要抢了。就是抢位了啊！你怎么什么都没写？不是吴江。你又有神秘追求者了？快老实交代，谁呀？对呀，哪个公司的？什么都没写，会不会是咱们公司的？哎，有可能。哎，小周是不是你送的？我倒是想。小周还脸红了，那你就上班吧，不挣钱啊。我也算了算了。恭喜啊，听说要当组长了，还没下通知呢。那就是时间问题。我相信你的实力，给你带了件礼物。来，新款啊？嗯，托朋友买的，就当是你的升职礼物了。我不能收，公司知道影响多不好啊，不知道还以为我跳槽了呢。跳槽好啊，正好来我们公司。话说回来啊，之前海天杂志社那个项目，如果没有你，你们公司绝对拿不下来。那不能这么说啊。真的，之前你们的计划书我可看过，一塌糊涂，跟我们差远了。必须要像我们这种目标明确的创业公司，才更具备核心竞争力，至少比你现在待的公司要更有发展前景。你应该考虑一下。你说是不是心理作用啊？机器人做的咖啡也挺好喝的。时代在改变。来，姐，新电台的怎么样啊？不怎么样，人流量比这儿还差，租金还贵。还有时间再看呗。物业说了，就到春节。这儿啊就得全面改造，再找不到地儿，咱就得上街练摊儿去了。嗨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咱走一步啊是一步。姐跟你不一样啊，全家啊就指着我挣钱了。儿子明年还上小学呢。这个马上让我给你的。这抠门小子，过生日啊？啊！这，谢谢。甭客气，谁让你发明的那个芝士玫瑰山楂那么受欢迎，这个就当奖金了。这不是我应该的吗？哎，今天你过生日，
那就放假呀，回家过生日去。真的？嗯，真的。生日快乐！谢谢。哎，哥们儿，今天又欠一点啊，这月奖金没跑了。别扯了，买个底料回来啊！要麻辣口味的，最好再带点牛肉。哎，不是什么情况？我吃火锅不买底料，可是众筹呢，你们啊！等着。来晚了。阿姨，您等一下。啊，嗯，干什么呀？您刚拿进来的东西呢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您等一下。您是不是拿您不该拿的呀？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小家伙骗子，少管闲事儿。我看您挺大岁数的了，您把东西放回去，我就不叫保安了。狗拿耗子，多管闲事儿。我看见了。你看见什么了？你看见了？你干嘛呀你？你诬陷我是不是？你看见我拿啥了你啊？您该拿一拿，我什么都没拿，我什么都我就。您看，我没冤枉您吧？都给你行了吗？什么烂东西，什么烂东西，给你，给你，都给你了啊！你现在弄完了，人家还怎么卖啊？你不能走。不卖了，不卖了。哎，你要干啥呀你？你放开我！你等等。哎呀，你别管，放开我！哎呀！哎呦！我告诉你，今儿这事儿不能就这么完了。人我送医院了，你还想怎么着啊？成，赔钱。我妈好好逛一超市，让你给打了，我没报警已经算很仁慈了。谁打她了呀？她自己摔的。不可能，我妈每天跳广场舞都不摔，逛超市摔了，就是你们打的。你妈偷东西被人发现了，恼羞成怒。袖口喷人是不是？倒打一耙是不是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要这么说，今儿这钱你赔也得赔，你不赔也得赔。干嘛呀？你还想动手、啊？我就动手了，怎么了？我跟你说，你要是一男的，我他妈打死你！这东家是谁？谁呀、啊？管我谁？你谁呀、啊？他把我妈给打了，把我妈给打了。没有。你闭嘴。哦，你就是那老太太儿子是呗？怎么了？你妈偷东西啊，还怎么了？你说偷就偷啊！啊，我还说你打人了，你刚才不打我了啊？不打，回去问你妈去，看病的钱没问你要。瞧我把你给厉害的哈，行哈，你带的人哈，叫人真厉害。行，来，有人没人？哎，哥们儿，哎，哥们儿，大爷，看啊，这俩人把我妈给打了，不想负责。这什么社会？这法治社会，有没有办法了？闭嘴！嚷什么嚷？哦，兴你们打人，不兴我嚷嚷。就你这儿，别想去派出所啊！叫故意伤害，你们得负法律责任，得赔款，得拘留。吓唬什么你？你干嘛呀？看你也不是什么好人。我碰瓷碰惯了吗你？行啊，哥们儿，我不跟你说啊，你赔钱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儿你不赔钱，你走不了，你信不信？你走不了。嘿，赔钱。啊，你长得了不起啊！等着啊，这事儿没完。
谢谢你啊，送我们来医院。举手之劳。哎，不过他那儿子真不是东西，就该好好教育教育。哦，我们加个微信吧，我回头请你吃饭。哦。下次吧。啊。哎，出点事耽误了。啊，我现在去买啊，马上马上。哎，哥，你这就走了啊？走了走了。嘿嘿嘿嘿嘿！哎，贼不走空。嘿，你真行，哥。你不是说咱是纯娱乐吗？你还真让我请啊！哎呦，我溜溜的陪你们爷俩玩了一下午，好不容易挣两顿饭，我能不要吗？我有那么句话，时间就是金钱。大爷，我那顿您就算了吧，省点当大爷您给零花了。您侄子就是一超市收银员，能有多少钱？好容易今儿早班说下午回来闷一觉，结果您倒好，非拉着我俩打牌。可不是。对了，哥。之前赊的账还没清呢，咱俩抵了得了。得，一码是一码啊！我跟你说啊，我这儿给你们培训技术呢，没找你们另收费就不错了。跟我好好学吧，这斗地主这深了去了，又还窜上去了。你就不怕你们家李老师知道你偷偷打牌回家 K 你啊？我怕他笑话。跟你们俩说实话吧，当年我要不看她长得像刘慧芳，我都不一定娶她，是吗？那是。哎呦，嫂子，李老师，李老师好，嫂子好。哎呦，李老师，那个就不是你这车我修的真好，哎，你这下车也是真轻啊，我一点没听见。我白天不在家，没人看着你，你本性又暴露出来了吧？你账清了呀？不是，我回头再清。那今儿把账清了。快快快！哎呦，谢谢嫂子！哎，谢谢李老师，谢谢李老师。你们两口子聊着啊。你的零花回来了，走进屋。我整天在学校操那些孩子们的心，回到家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呢？一天到晚游手好闲，就知道打牌，闺女的生日都忘了吧？这你可就说错了，闺女生日我记着呢，这不是？你准备给闺女就吃长寿面？不能够，我还准备了蛋糕呢，这定了，这不等。把面子送回家，好去取吗？今天可不像你啊，总看表，有安排。啊，晚上有事儿。这可少见啊。欣姐，你先走了。拜拜。欣，杨经理叫你过去一趟。来，杨经理，您找我。哎哎哎，是是是，哎，坐坐坐。哦，你穿多大码的鞋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嗨，你看。来，打开看看。啊，可不是我买的啊，就是上回找那个时尚杂志，他们给拿回来的。送嫂子的。他俩穿的，这个他平时不穿的。哎，就当是上回你搞那个咱们那个项目的奖励。这送给您的，我拿着多不合适。哎呀，就拿着，听我的，让我来给话。喂，哎呦，王总，哎呀，啊，吃饭啊？啊，好啊，好啊。
欣姐还不走吗？马上走。我觉得特别配你，希望你会喜欢。记得明天穿啊，配上丝袜更好看。叔叔阿姨，这是你们选的蛋糕，我打了个八折，一共是320块钱。是是是，320呢？你今天怎么那么大方啊？咱门口还有200的呢。行了，咱闺女就喜欢吃这儿蛋糕，说这儿蛋糕奶油多，平时又舍不得买，偶尔买那么一小圆解解馋。今天她生日，就买她一整个的，让她过足了瘾。哎呀呀，闺女，大爷这儿就这200块钱整的，要不然这样，你再给打个折。啊，这行了，别丢人了。来，姑娘，400块钱。蜡烛什么都有吧？知道是小响的生日，都备齐了。啊，好，谢谢，包上吧。哎，不客气，一会儿找您钱。行啊，李老师，这够大方的呀。干嘛呀？拿来200块钱。这个，等小响回来，我一定跟他说，这蛋糕是你给他买的。赶紧的，别废话。拿200块钱买蛋糕？我跟你说，这蛋糕算咱俩 AA 了啊，而且我是大头。谢谢，怕几下就打车呀？就是一个人占俩人地儿。哎，不是，你举报一点，别砸我脑袋了呀！哎，大姐，你磕着我头吧。哎，不好意思啊。你相信我，那房子特别优质。这个您不交了吗？过两天啊，我就把合同弄好。对对对，宝宝，啊，哎呦，宝宝，吓死我了！哎，对，我送过去还是您自己过来取呢？好嘞，对，很快。哎，那先这么着啊。干嘛呀？废话嘛。又等我姐呢？嗯。还没回来吗？没呢。那我跟你一块儿等。瞎凑什么热闹？电灯泡。谁当电灯泡了？别不知好歹，我这是救你呢。救什么呢你？你昨天晚上干嘛去了？喝酒去了。跟谁喝的？你管？我姐管。姐，谁送的花这么难看啊？边儿带去，送你的。谢谢姐。你把压坏了。没事儿，挺好看的。送小响的呀，我还以为那什么呢。你为什么呀？追我姐的人可多了。没有这么优质的吧？你优质，你等着挨揍吧。姐，你昨天晚上喝酒去了。你姐才不舍得揍我。真大呀！还不老实交代？交代什么呀？其实也没什么，我
我这两天不卖了几套院子吗？那些哥们儿非要拉着我喝酒，其实我不想去的，话赶话赶到那儿了，我不去不就成耍鸡贼了吗？是不是？心疼我了？滚！笑什么笑呀？姐夫惨成这样了还笑？谁承认你是我姐夫了？你也没有送我礼物。凭什么送你礼物啊？今天是我生日，你这当姐夫的不得表示表示？生日啊，是得表示。说，想要什么？姐夫送你。正好我手机坏了，我想换个新手机。手机好说，过两天我发工资。行了，别在这画饼了，你信他？大冷天别在这吹西北风了，赶紧回去吧。小心李老师失你。我这饼还非得让小影吃嘴里，小影，发了工资给你买。爷为定。姐，他真答应给我买，他答应的事儿多了。怎么不开灯啊？爸妈出去了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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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拍个照，来，好，哎，姐你快，我们拍个自拍。对，啊，来来来，全家，全家，拍照啊，来了啊，来，姐，来，一二三，快乐，我看一下，拍什么？怎么样？想吃吧？啊，这都两个小猪啊！爸爸妈妈给你买的，爸爸出了大头。真的假的？对，真的。你信吗？我信。哎，生日快乐！厉害了，嘿！大礼呀，姐。靠不靠谱？靠谱，比鼠标也靠谱。哎。快吃个蛋糕！啊，借花献佛呀！妈，今天是您的受难日，这个您先吃，来，妈。哎呦嘿！哎呀妈！哎呦，哎呦！哎呦，谢谢宝贝们，来来来。哎，哥。明天早上学，一上班第一时间我就给你说啊！放心放心放心，哎，好了好了，哎，大哥啊，好，再见，哎，拜拜，哎。大晚上了还要水，这辈子没喝过水吧？人家是刚回家发现家里没水，你还不让人家打个电话问问？就是真能抱怨。哎，你今天怎么回事？碰见个讹人的帮了一把，女的吧？你为什么知道？看你那样子就知道啊，你孙秋美啊。那姑娘长咋样啊？好看不？挺虎的。那不对你路子呢吗？哎，没要个联系方式啊，留个电话啥的。这不都怪你俩吗？打电话催催催催催催。哎，行行，怨我们了，就怨我们，怨我们，怨我们。来来来，碰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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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。哎，没完啊！来，一人给我炫一个。我行，我先干，我先喝。我整个小炫锅啊，小炫锅。嗯，快点。嗯。有点冰啊，不热。又跑这儿想心事来了？怎么了？
工作上的事儿。算是吧。你呢？今天开心吗？开心啊！你知道吗？我今天许的生日愿望就是想要一个新手机，刚许完就实现了，真是心想事成。谢谢姐。你开心就好。你那个手机怎么回事？嗨，别提了。我今天去超市买牛排，碰见一个偷东西的老太太，结果被我抓个正形，还死不认账。后来我手机又摔碎了。还倒贴了几百块，倒贴？可不，那老太太一下就摔地上了，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我就把她送医院了。到医院，那老太太的儿子来了，上来就赖上我，气死我了！不是让你别多管闲事儿吗？没生着你吧？没有，有个帅哥帮我，我们俩一块把老太太送到医院的。后来他还帮我跟小子吵架呢，不然啊，我今天就被扣在医院。那听起来人还挺好的，没好好谢谢人家。我本来找他要微信来着，然后我手机不摔坏了吗？没加成。以后啊，自己还是小心一点儿，不是每次都能遇到好人的。知道吗？姐，你也别太担心了，工作嘛，总有不如意。车到山前必有路，走一步看一步。再说了，你这工作能力，到哪儿都饿不死。你以为是你啊？每天什么都不想，那脑门就写俩字儿：躺平。哎呀，这样的话，咱们什么时候能走出这胡同呀？干嘛非得走出这胡同啊？我就想躺一边儿啊。是啃老，你啃姐啊？对呀，我就啃姐。反正有你在，我什么都不用操心。嗯，你看啊，那个 CBD 旁边那个高楼是一个小区，你知道那儿多少钱一平吗？不知道。我对林老师也不知道。有地方住，谁会想这个呀？姐，你不想跟我住了？那也不能住在一起一辈子吧？从小到大挤一间房啊？那你可以住奶奶那屋啊，反正奶奶现在在大爷家住，一时半会儿回不来。那奶奶回来的时候呢？她住哪儿啊？到时候再说呗。你有没有觉得，我们从小在北京长大，看着北京一步一步的变化，大家都越过越好，自己却有点找不到方向。你是不是想太多了呀？我怎么一点也没感觉呢？那也不能像你一样什么都不想吧，姐，别想那么多，我们就努力啊，奋斗，一定行的。我们要努力。你俩干嘛呢？大半夜不睡觉爬房顶，不冷吗？快下来！李老师，我们要努力，别动，别动！什么神经？赶紧下来啊！来了。旌旗招展，空帆影，原来是司马。发来的兵，你干嘛呀？你我烤暖和。去年都烤坏几双鞋了。陆伟，你早说呀！你还置办了个架子呢。哎，你也不管管啊！这大晚上的，俩闺女在房顶上也不知道干嘛呢。干嘛呢？你不知道啊？那不喊呢吗？奋斗多好啊！哎，年轻人就得奋斗。好什么呀？大晚上的不吵邻居啊？吵谁了？在自己家房顶上喊，碍着别人什么事儿了？真没法跟你聊天，你这人就是
真是不招人待见。李老师，孩子大了，就由他们去吧，你就少操点心吧，让他们自己奋斗去吧。没法跟你说话。这阳光可真舒服。快，趁热尝尝。您这大烤箱就是比我们家的好点儿。那以后常来，热烈欢迎。您看，哎，你拍的真好。是呀，我是专业的，好吗？哎，真的不错哎。嗯，我觉得比五星级酒店的都好吃。要不然咱们那个报名费再加点儿。现在多少人报名啊？十几个人吧。那有点少啊。我觉得到时候还会再多来一点的，毕竟我们放的是《千与千寻》。我也喜欢。哎呀，我觉得那里面吃的都很好吃的样子。是吧？嗯，那你就多吃点，吃成小千父母那样，变成个大胖子。那我也乐意。哎，周六有时间，把你姐也叫来吧。他加班儿，啊，他不是正常的上班族吗？应该有双休呀。哎，谁说不是呢？每周六都去公司，说有加班费，也没见他多拿钱。我也没有双休，我们还轮班呢。你那是摸鱼吧？你在摸鱼呢，我忙着呢，我要做奶茶、记账、打扫卫生，就我一人。嗯，好辛苦啊。哎，不过我也辛苦不了多久了。红姐最近跑去看店，我们可能要撤了。你们不做了？商场说是要改造升级，所以我们就得撤店。那你可以来我这儿，反正我们也缺人。对啊对啊，到时候我们的厨房任你发挥，怎么样？嗯，看看吧。嗯，到时候我们就有口福了。车往，行人都面色匆忙，在高楼向远处眺望，星星点点的光，有人多寂寞夜凉，有人热络如常，有人疲于争强，有人却太谦让，他们念着诗和远方，接近恍然变了模样，他们身着亮丽的妆，低声唱着心中所想，这张